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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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擂台，闹热穷下来，耶哦耶，耶摇滚啊！刚刚有人摇滚吗？没有，没有，我是 Brandy 呀。好了，今天还是新的一季，嘿，新的气象，好，新的单元，用来讲，因为俺也本来闹热大擂台一点半钟的时间，一下已经改变到。两点钟了，耶！也同我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的长期的支持，所以我们仰望一个好成绩。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帮我们鼓励加油，好吗？加油嘞！当然啦，哈，升级两点钟啊，哈，一天诶时间提多以后，安尼内容没有变较丰富。嘿，当然，俺他们用心在做节目。啊，希望啊，大家多多帮我们支持，加油喽！所以唔单止是咧希望哦。俺连乐吹欣赏一边是那种，嗨，众赏鼓励哈。本来说有唱到跟我们客家有相关性的这个音乐老师，来担任我们的这个乐队老师的这一些工作，哦，这能够胜任嘛？是。但问题我们想来想去，哎，可以请口腔老师，哎，但是哇，经过这个斡旋以后，口腔老师太贵了，真的是。有一点，对，没有办法，我们就只好请小康老师来带领了。对，欢迎小康老师的加入，丰富我们的音乐。对，小康老师应该比较便宜一点啊。没有，有没有？有时候他接的比他爸爸还贵。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跟我爸削价竞争。你就是要把你爸干掉你。哎，小康没学家你，没有讲学哎。用客家话来说，有观众朋友问候下咧。台籍家朋友，大家好，我系小康啊。一般我们都是男，清一色都是男生。对，我有发现到冇腔用诶。哇，你看小康老师还特别找了一个哦，你看我们的贝斯老师多么野性美啊！音乐的工作就要麻烦各位老师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安子熙，好，哎呀，新的气象。但是老师呢？对，都没有换啊。对，评审老师啊，哈，哎呀，还是要请我们这个客家界的这一些专业的老师，是好好的介绍一下。客家是欣赏，是这里欣赏，是这边欣赏，老这里欣赏。新的一季，哎呀，新的气象，哈，当然俺都推出新的单元，哈，因为咧单元都。奖金挑战赛，所以反正好唱歌的客家朋友，不管那小朋友的也爱国朋友，全部都做得来，安尼啊比赛来抢奖金。哎，抢奖金相当有大分数哦，那分数有达到90分以上的就可以得到，叮叮叮叮，3万元。嘿，读出来的罗斯福先生，喂，这个吸收。好吧，他赶紧当上，3000元哈，3000元咯，3000元对伢来讲咪多嘞，对小朋友来讲啊，3000元都得当做当多事情啦哈。啊，唔过哦，迄等下听一家人吼，3000元拉白眼用哈。对，这而且啊，志不在奖金呐，在于参加。他们很在乎。在真的吗？他们第一个就先问我一兜钱。我安的分享呀，一组家庭哈，那徐梦轩、徐梦纯啊，带来白公山来。
闹热了。白公生诶。哎呀呀，哎呦，白公二号，白公二号啊！哎呀呀呀，白公白婆吼，二号哎呀，见面冇个婆吼。要白婆冇，要白婆冇。系啊，白婆白婆见面都会看冇出来哦。滚男未讲好你。放着。啊！我们要用神话，要用神话。要讲天语是吧？要讲天语。啊，对对对，天天来。哎，孟纯是哪一个？孟纯。哦，哎呦，孟纯，哇，我妈妈了，哎。啊？没有没有，我妈妈叫孟纯。你妈妈叫孟纯。真孟纯哎。啊，孟轩。哎，你好，孟轩，你好。两姐妹嘛？怎么这个比较像八公八婆？啊，那一个是什么东西？大树。那是大树啊。对。你专程开车来演树哦。哎，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是什么团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徐家一家亲。两个小朋友很可爱啊，哈。对对。哎，表演的也很精彩，非常的好，精彩了哈。那唐雅的叶老师哈，叶老师。叶老师。哎。你最喜欢的表演都用板哦，亲友仪式嘿，那新谈新的单元哦，我们亲友仪式，而且亲就闹热闹热的吼，然后就闹热的哈，就亲闹热亲闹热嘿，尤其那位妈妈嘿，平常我他们好像来比赛过嘛，两位对两位小朋友又来，平常妈妈在那里也真的憋得很久哎。一直想要上来，终于可以上来，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呀对呀，昆德妈妈坐好，不会都动不了了。对对对，那两个小朋友都睡着了，妈妈还在那里，我很高兴在那边跳啊。啊，节目真的是很精彩，这个部分我觉得，哎，节目有这个新单元哦，新三新吼，哎，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来同乐，一家人都可以。听好了，闹个，对对对对，七家来打七家个擂台，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对手嘛。反正你就把你家里最好的、最可爱、最甜美的那一面表现给大家，然后等着下一个家庭来再来跟你们挑战。哦，这样就去撕了，嘿，这个长久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那请问叶老师，你认为今天这棵树演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这棵树。你不要，哎，哎，人家说给熬哈，就是给熬，你觉得他是他的给熬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客家的男人这么棒，嘿，我们客家男人是男的给熬这样子，男是客家男人真的很体贴，对，撑起一片天嘛，对，很体贴，嗯，这样我们都很有那个，对对，好，来来，新娘抱一下，嘿。今晚更难哦，因为太太那个把圣诞老公公的胡子拿来贴了哈。做八公呢，嘿，啊，给的那个爸爸，你知道那个心胸多开大，对，正常来讲说，好歹也让我当一下八婆嘛，嘿，好，他连八婆都不当，他就在旁边当树，对哦，而且还站得很挺，从头到尾，我一直在看那个树都没有动，啊，差一点连呼吸都没有，真的不容易，嘿，没有，他是说，到底还要多久？我儿子。那幼稚园毕业的时候，成果展也是，爸你要来看哦。我讲哦，我就很高兴，成果展去看嘛。我看得要命，我儿子在哪里？他在后面演一棵树啊。那因为他是班上亲狗哎，最高的一个，对啊，所以他演树是理所当然的。对啊，那比我儿子好啊。哎，我儿子演石头。是蹲在那边的吗？还是要恭喜他们呐哈？哎呀，哦。哎，还快看一下分数，好，看有没有过90分，好吧，来，哎，给个看一下亲子合唱乐队可以拿到一道分。哇，叫声叫好啦，99分，还是过关的呀，过关了，你们叫，恭喜哦，哎呀，恭喜，抱在一起，抱在一起，哎呀，好，来来来，新娘抱一下，来来拥抱。他坚持不要新娘抱。对，虽然没钱的问题，但是俺俩还要准备奖金，因为同我90分，所以啊颁发奖金，不然呢也要得家庭，好嘛？来，恭喜许家一家亲，太棒了！谢谢哈，谢谢。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好，希望以后多来表演啦，好嘛？哎呀，安子欢迎多来演树哈，从小树开始演到大树哈。好，阿你一团 content 嘛，表演 content 嘛，奖金一品 content 嘛，哦，安就看真实的比赛。哎呦，流行歌曲组的开线比赛。
海鲜挑战赛比赛规则，每一位参赛者创意数高位，分数31分以上就过关。今年汉人集团的比赛，分数还没达到31分就强势淘汰。哎呀，也三下落来呢，流行歌曲做海鲜嘛，海鲜啊，哎呀，所以按那先谈一下那评审先生了哈。好，来讲一下那评分的规则了，好。好，先有请到叶家修先生。系恭喜大家哈，通过选秀，你下落都海鲜的哈。其实很简单，大家落来啊，提点木金钟哦，唱歌加吟唱，接拍感情，还有最重要。莫忘词，哎，最好嘞！我呢呀，放心放心来，顺顺的唱最好嘞哈，顺顺的唱哦，哎，你有几多条件就唱出来哦，放心放心来唱，你阿唱，哎，你自家个副卡，我的条件当然大大 ，KTV 用的啦哈，哎，最好嘞呀，唱歌不能算是快乐的事情嘛，好好好，闹热包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罗淑菲，我在法莲幼儿园，今天要唱《客家真情》，希望大家能加油，希望大家。对呀、啊，对对、啊、对，这个年轻人的弹法就不一样，我老人家可能就会加一个噔这样，好，对，简单利落，哎呀呀呀，不拖泥带水的，哎呦，哇，淑慧姐好，哎呀，对呀、啊，你好你好，哎呀，你好你好，哎呀，第一拜来呀，听一拜，听一拜，好好好，之前有来过，就啊，哦，拍摄，俺木足哈，拍摄，因为唔加你呢，印象卡莫按成片，很用力来。哎呀，对，会紧张吗？还好啦，还是会啦，还是会紧张，还是会。站在这边，每一个都会紧张，会紧张了哈。因为这样来听一拜，听一拜，那个我轮椅是拜，我都唔会。法莲来的朋友，法莲来的朋友，就像法莲的先生来公平啊嘞，好吧？好，淑慧老师。淑菲，淑菲，我做我系唔姐姐啦哈，因为有宝玉存，就系妹妹，系妹妹。她比较高啦，那真的，她比较高哈，所以系妹妹吧。坐下来一样高。啊，因为淑菲，其实你系玉里，玉里人嘛哈，玉里人。啊，不过因为其实因为唱歌嘅外观歌一好呢，啊，不过就系讲哈，因为可能自家听一拜来听哈，所以咩卡。东西会咩紧张？啊，古时候呢，你可能入歌诶时节，跳一首诗啊，也系规矩诶发，规矩诶歌词，后尾个就是有条诗会较唔稳咯，要注意啊条事情。好，啊，不过今日讲起了整体表现，讲起了来感觉以后，好，啊，就讲黑做的表现歌卡有一道起伏，因为一趴而已啦，所以要什么起伏也有点难。好啊，所以呢。本次间嘞，本本嘞来冲，安尼就以后诶，哈，好，安子生，好，就是安子，所以我们也应该三十一分就够诶，哦，青菜脚拉拉就三十一了，哇，分本书啊，真的吗？系啊，来看六十一分书，好嘞。
没问题。罗国立老师，你做嘛本气佛弟弟？伊无拉倒。啊，无拉倒。中央香炉吼，就是讲因要求会较高。哎呦，你莫做得呢？恨铁不成钢。好家真个无香炉。因为吼，他也想到一件事情，就讲，除非啊，也系因新的季的比赛，因喺 TV 上来嘅，哈，你前无古人，好后有来者，但是前面没有某一个做的标准，哎，某一个标准嘛，你睇啊，你喺 TV 上转来比赛，所以我相信在。故事，但我也心情一定会较紧张。我相信你们没有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对吗？因为你之前比赛，上过我还有印象，所以来那些比赛只有香炉哎，我一定记得，我一定记得，谢谢老师，真紧啊，我一定记得啊。啊，苏慧杰在记里面被淘汰掉，哇，那个老人痴呆症。啊，但是我今日半夜欺负，唔免讲，唔好，只是我表示我让讲，我让鼓励，你可以更好。嗯哼，我本意是小小的警告。后来我印象中的罗淑慧给国长拿出来，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天天的健康健康，好不好？谢谢谢谢，老师全部不用懂好的建议啦。对对，谢谢谢谢。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恭喜哈，快做休息。谢谢。好嘞，沙哈来呢？总统发言是林百恒而带来勇往直前行。来，谈好了。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的林伯亨。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客家歌曲的比赛。那么呢，我会挑着这首歌曲，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谢宇威老师的歌，但是也是我唯一会的一首客家歌。希望我能够克服紧张，一起加油，谢谢。从开一家隆冬天涯丢啦啦得买大白关不卡春爱几卡就春爱一沙一共八方生日老开来做伴虽然也还天又高又暗虽然也还风又大又冷虽然也还空头披衫爱不飞扬爱爱勇往直前行爱爱勇往直前行飞到最远的山岗看遍云海阿恒，哎呦，哎呦，哎，你好，你好，你好，把我的朋友带出来了。你的朋友啊？是是是。哎，我还以为你的朋友是今天是他跟我一起来参加比赛。哦，真的。哇，我还以为你的朋友是陈维明呢。是是是。陈维明跟你有什么关系？亲戚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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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欢迎欢迎。对，这一支朋友是。我呢，哎，竟然抵抗嘅后年啊！你要来祝福大家。带后嚟来同大家祝福，系啊。那个海君姐可以帮我麦克风拿先。哦。我来这个跟他打声一下招呼哈。嗯。来跟大家打说一下，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孙先生，掌声鼓励。哦。为什么他叫孙先生？因为他就是孙悟空这样。哦。尤其齐天大圣。对，我想问一下孙先生，你认不认识左右这两个？例如左边这一个。我知道啊，那是海君姐姐，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封神无双》，所以我认识她。哦，那右边这一位，他有去演过《封神无双》吗？有啊，右边这一位客家一个，你知道了？我知道啊，他就是客家一个小周。那个是别的节目，你不要乱讲。我开玩笑的啦，我知道他那个很有名哎，就是那个。
跟我用四十叩首，用四十酸痛剃楼，用四十。谢谢大家。哇，欸，很厉害呢。他是我们花东地区第一个使用腹语的一位朋友。一位大师。台湾比较少人在表演，那个亚洲最有名就是这个邓志宏老师。邓志宏老师，是。不过这个讲到腹语啊，邓志宏老师真的，我有对他还有去到国外去找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腹语老师学习，是练了好多年哦，对，才回来表演。哇，他真的很厉害。对，他是我们在亚洲第一位在这个腹语很好。好几年以前，他是真的是第一位。那现在慢慢的，腹语在这个世界上开始在这样的表演比较流行一点，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有老师的脚步可以跟随。是，很难得在安尼节目当中做了很多很精彩的表演呐，哦，嘿呀，要么加个转场。是，但是还要经过安尼残酷的一面，好不好？是，通过还要经过评审欣赏的安尼公平，来请那边欣赏的公平啊。徐志伟老师 ，Hello。小生你好，老师你好，好，那个来迪哈伯亨，你不是客家人对不对？不是，不是嘛，对不对？不是，哦，不是客家人，然后很谢谢你带这么精彩的演出。那其实听得出来你不是客家，那我讲客家话你听得懂吗？也听不懂，对不对？是，好，我们很喜欢你的声线，然后也很。我们也真的很感动，你对客家歌，然后不是客家朋友，对，不是客家朋友，然后要唱客家歌，而且共识才发，说实在话，这首歌还真是不好唱。好，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你接下来的表演。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力保你继续往下走。不过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 professional 的表演者，我觉得你必须要去克服的是你的紧张，好不好？我希望这个舞台我们可以持续的看到你的演出。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哎呀，唐一伦，你们唱。系啊，力保应该播会出啦，哦，来看一下，加个粉丝，加个看林伯亨的粉丝。还好，谢谢老师，谢谢。我可以理解，因为你不是客家人啊，第一次演唱客家歌，当然难免一定会有。唯一会的一首就这一首了啊！哇，那你之后怎么办？这关关难过关关过，这关不过我就打算来参加那个奖金的小朋友比赛。你就是抱持那一个，其实你是来想要参加那个而已吗？没有啦，其实如果能够多过关，当然都很好啦。对对对，那再麻烦你多练一些歌啦。好，没有问题。哦，谢谢，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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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好了，撒下来。来自屏东潮州的林立峰，今日唱一脸彭先生。好，一脸彭先生的。我是谈，不是讲。讲的比谢老师都好。讲的不道歉。慢。上了两条半山。哥哥阿姨没有那么。哎，你这，你这种做法，给你就哥哥来阿姨啊，徐泽伟阿叔啊。什么阿姨哈？什么阿姨？前半年来创一点胖先生，啊，创到一条歌诶，爱温面都爱，诶，不想爱阿妹，啊，希望爱可以。唱几好听的歌诶，我爱亲朋好友来听，啊，希望今晚又得到好成绩，啊，感谢大家，加油！Yeah.
家好，你房子好。哇，客家好。当时有屏东潮州的朋友来参加比赛耶。有冇？我问冇认识呢。较少。屏东人吼，出差爱唱歌的，屯淡嘛好唱歌的，青岛。东岛，所以感觉我较严啊。哎，俺个有用。用心哦，很好奇，很好奇，踢一摆嘛，踢一摆，反正就很好奇，来来录影，对对对，好好搞嘛，有香港上电视，上电视，你像我唱那边先生的公屏啊，哦。香楼哎嘛，徐老师，徐世辉老师，谁不会写？对对对，徐世辉，是江豆豆知道 ？OK， 其实那地方妹妹哈，金碧全部住妹妹啊，谢谢。啊，金碧，地方妹妹其实糖系出来唔系当见状啊，真见。啊，不过伢个上线呢，基本上还算一份。啊，不过伢个高音咩地方哈，因为痰音比较重。所以你从古里面时间，然后痰音会比较明显。古时候你会走，会溜溜会走脱，好溜溜会走脱，可能你会注意到你去搞从古里面时间。啊，有两个共鸣腔的问题，没动态问题，因为你共鸣腔的问题一直低不下去，所以你想要唱高音唱不上去。好啊，所以可能要注意一点。好，安子说也是对立方姐，对立方妹妹，好，可以说吧，谢谢。好好，看来这个腔子比我痛。好嘛，可以先哈，好嘞，来看一下林地方的分数。谢谢罗国立老师，阿顺徐泽伟老师是七分，哎，做嘛，我莫比过。先讲唔见咩犯的错误吼，安尼主持人平常先生一开始就会先强调讲，一个节拍，一个音准，一个基本的事情一定要做对了。你怎么有基本的分数？啊，今天我考你分数是主要是讲，你要如果你开始你副歌噶哈，春爱是条路已经有三年，几个春爱是条路，一个跑个已经跌脱了。前面四十是春爱是条路，一个跑个已经完全跌脱了。也是看严重的错误。那我呢，你在唱阿妹记了一两碰见什么时间，阿妹声音也有变脱。我想也是来。我想唱歌，平常练歌诶，系用不卡拉 OK 练习，比较系讲样诶，一听听 CD 安尼练。对，用卡拉 OK。用卡拉 OK。他把双面看网络学。所以 YouTube 练习没清唱啊，也是有经过麦克风来唱，对吗？是。好，所以我教你的说说技巧，就讲麦克风一个东西发明当好用，其做的，但是你晓得用个用几个技巧吧，它可以掩饰你的缺点，增加你的。优点，安尼要用麦克风技巧咪懂装，比如讲拉，尤其是在唱慢歌的时间，每一个尾音你稍微拉一下，搿种柔软度、强弱度就会出来，就唔会鬼速鼓个弹唱个就平平安尼进去，看无曲线，看无音冇搿种线条，然后你做滴练一下，跟做一下就事情。好，谢谢。好，加油，一百十个人，好嘛？好，哎呀哈，对，再见哈。好，谢谢，再见。撒下来。新北市新店新民村金碧村青果村先生。哎，等下啦。我来自台北的新店地区，那今天希望呢，我今天带来的歌曲是《情歌传心声》，希望我可以过关，加油。心上。
君，很稳哈，非常稳。哎呀，你好，我就为了来看你，哎呦，你感情那么好啊？没有啦。对对对，怎么这样子熟悉一点吗？熟悉一点，看分数会不会要熟悉一点，装熟一下。对对，踢多拜来，踢礼拜，两年了，两年了，你没啥感应啊？明春姐，我们是在哪里碰面的？我们苗栗桃园，我是新北市的。台北啊，在台北。哦，台北市唱会时间一夜哈，你记得啊？啊，客家话会讲吗？哦，我这样子说哈，那不好意思，给大家听一下。哎，我同多朋友，哎，是客家人。嗨，我很多朋友是客家人。那他们都不太会唱客家歌。鸡鸭的妈妈会唱客家歌，翻译，所以我会听鼓手，客家话所以，我是听，我是糖，不是讲，你讲的比叶老师都好，真的吗？不敢，开玩笑，没有了。你不相信？你等一下听，来，马上来听听。欢迎叶嘉修老师。哎，实在讲哈，对我来讲蛮困难的，因为我海风西天经常混在一起。对。其实叶老师他是讲海风的。是哦。嘿，阿吉因为比阿个节目叫讲。叫讲西言，所以我分享讲啊。讲啊不得不切。慢。就像刚刚你在，刚刚海军在纠正他的那个字，其实他只是海风跟西言不一样的那个发音的方式而已，重音嘛，哈。哎，西山公，我这一点哦，因为他不太会。讲下哦，好。哎，西山公，我感觉哦，也亲就意思，今晓得讲下。给到客家歌冲到暗号，你要莫简单，这个参与感是我们节目需要的感觉。讲下哦，没有，自然了。你要参与个感觉吼，哎，你客家，你节目清楚就按个心态啦，都来参与嘛哈。但我现在讲的重点，你看冲国家，尤其是客家歌，他今天表现的整个的气氛，就。整个唱起来哦，金钟已经非常了解这首歌哦。可是像去冲个晚会一个这种哈，有个那种气氛啊，跟技巧嘛，那弄点亲厚。但是有一点哦，真的是俺是一谈光奇怪，他到底懂不懂客家歌？因为他断句都不对嘿，就是有很多地方的叫糖都俺给欣赏他，他但很多地方都在切在一些很。不对的位置上了，比如说，冲本心爱银来糖，那心爱银的心跟爱就不能切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换气。给冲国家就有一张问题是，给这自己很有把握，就一口气吸得满满的，然后就开始唱，唱到哪里没有气，管他这一个字是什么，丢掉，再呼口气，再开始哈。那是清某清大宋啊，我觉得一个方法，所有来参加的朋友们哦，要记得这一点。就是唱歌之前，所有的歌词，尤其我们李亚聪的是方言歌曲哦。方言歌曲其实情绪是最好的东西，最美的东西，所以你要先念。就是不管你会不会客家话，你都找会的人一直念，念完了以后，你有这个感觉了以后，张磊聪，然后就会哦，聪叔请国来本耳堂，这样是不是有表情了？那你在唱的时候就不会纯粹是你的技巧了，你就会真的是爱冲属情歌来本耳堂那种气味味道就出来，那你的技巧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发挥了嘛。对，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节目里面不但要有参与感，而且把你最好的那个都拿出来，让大家来感受到客家文化的美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好不好？好，加加分是闽纯的粉丝。这一份歌款有30分，系啊，谢谢，回座休息，安子西哈，好，谢谢，好嘞，接下来，来自花莲瑞水陈庭元，今天要唱《油桐花》，好嘞，弹个啦。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的陈庭云。今本年东方戏来到闹热带舞台比赛，希望今本年有好的成绩。熊太太，你有没讲下合法的卖人搞呢？先生。先生啊。哦。先生搞呀。嗯。你地不看我讲下啊？有。有。对呀、啊，所以遐啊，阿哥的遐先生搞的啦。嗯。嗯。阿哥的先生托的。哥。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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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先生。你上衰呀。啊！有咩分上果你上衰？上衰！妈妈平常都是比较害羞，是不是？啊啊啊！对了，对，没关系哈。慢慢的，大家比较熟了，就可以聊天了。哥哥阿姨没有那么恐怖。哎，你这是你这么做嘛？给你就哥哥来阿姨啊！奇怪，你也会计较哦。当然，你不要以为你穿着一个熊，我就是要叫你哥哥。来来，唐那边，许哲伟阿叔，好。什么阿姨哈？什么阿姨？妹妹，婷宇妹妹，你看你笑起来，安好看。好，金贝玉妈妈还有妹妹没有听你来。哎，我先讲哈，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女孩。那你替白唱歌哎吗？深呼吸，我觉得你要呼吸不过来了。那冇哈，有僵哈，对，很僵，放轻松，放轻松哈。因为你太紧张哎，我相信有当好的上线，你们有当好的资质，我们更要感谢你这样的年纪愿意学客家歌哈。不过你今日真紧太紧张了，譬如讲你唱歌就变动车。很像在念书，你知道这样，青翠个山林有个房，很像机器人就。没有感情了。当后替房出去，你有点白经验，不过你经验有高管嘛，我吃到都系一只当后的学习。哪怕你到那一只舞台，你都会提不用强松，不用强松，当做都懂得的事情，包括你特殊咩嘿。人家朱龙跟叶老师讲过，如果呢他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让他继续下去，对他来讲是一种折磨。那希望你再去好好来练唱，好嘛？好照讲诶。照镜的，搞你一件事情，当你一天照镜的，看自己唱歌的样的，对自己笑，唔想第个挨做的唱到那边，挨做的学嘛样的歌曲，好冇？做得冇？可以吗？庭云，可以哈。那希望你这个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我看到你更轻松的表现，哇，好不好？听你这样讲，好像凶多吉少哈。对，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好的事啦。我觉得我只希望他能够再准备一下，是包括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演出，包括深呼吸，好不好？包括放轻松这件事情，知道吗？不可以哭哦。对，你要哭了吗？你会哭吗？没有，是不是？那你笑一个嘛？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非常好看，对不对？好不好？来，谢谢旁边的阿伯跟阿姨，谢谢。好啦，看分数啦。好了，看陈庭云的分数。啊，哲伟老师
见当面，同时也让我们发现，徐哲伟老师在家里的秘密。哦吼，都喜欢每天起来照着镜子，对不对？镜子唱歌，对，补妆。我可以补充吗？哦，哎呀，法脸呢？法脸呢？因为法脸哈，我还是补充一下。因为婷宇妹妹，其实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喜欢把脖子往前。你如果可以把脖子往后拉一点，就像这位老师讲的哈，这位哥哥讲的哈，希望讲，就还不用他不用他吃眼的喂，你的动作都是看得出来，都是被设计过的。鼓手啊，希望讲可以用你自己最自然的方式表现出后，唱歌也不是安安，好，不用他强松的喂，脖子收回来，腰要挺直，好啊，小心牙，因为牙根上线以后，好，所以我会希望你能够再加油。好，安子 C。好，安子 C， 安子 C， 一回生二回熟，今天通过过关，恭喜你，好吗？好，还一百再过来啊！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来笑一个，大笑。哈哈哈。对对对啊，很好看啊，非常好看啊。对，这顶帽子也很漂亮。哎呦，只是小了一点啊。对，下次换大顶的啦，好不好？好，恭喜你哈，回座休息。好的，上来。每次头严重的。李金元带来莫香啊！来谈看啦哈！我是李金元，我带总啦，今日来参加闹热大擂台节目《当欢喜》啊，与当敬重，吼，我只够爱继续努力，将会继续参加下去，我创我千喜欢的客家歌曲，加油加油！安子说。剃一剃多拜落呀，剃三拜，剃三拜，三拜，唔安呢，你剃三拜太少，三拜天天天天，嘿呀，你富太过，你讲到去，也其实当有名了，系啊，还有吴秀存啊，吴秀存太子，吴秀存应该咪差不多了七八拜，哦，系啊，所以佮佮加油就差个，加油加油，总算已成功诶，吼，你三拜可能马上就成功诶，我来读一下罗国立先生诶。今日只阿古里五天新装，基本上咧唔唱歌诶，无乜个状态问题，人个节拍也准，咬字也正确，吼，音准各方面全部有做到。啊，我半夜细细建议就讲，因为闹热大擂台一只比赛，其实长期性的比赛，唔免讲一条歌、两条歌就冠军就出来了，唔免吼。啊，长期性的比赛，安尼用下行下伊，就系啊啦，拢切个健康健康嘛。我发现到有一件事情，唔讲话上老唱歌上无强嘅咯，人家只看啦哈，天气歌词哈，歌体先桥歌三排用念咩？用讲话念出来。歌体先桥歌三排。好，一下你讲话上哈，一下你用唱啊。歌体先桥。用唱。用唱。歌三排。你们知道无强冇？唔唱嘅时间哈，人家嘅共鸣全部都比共鸣大啲，都入前面，所以人家嘅声音听起嗡嗡，当嗡声，阿姨啊种声音咧哈。做的唱的歌就较少啦，啊，也是缺点，你无改过改过来话，其实分数唔会有状态的进步。歌的唱好方法就讲，其实当作自己当个做一个耳机插孔，买只耳机，当便宜几百元就买到，戴点耳机，认真听自己的声音，啊，你才会进步。这样提供自己优点点呢，缺点点呢，啊，你去练歌的。好嘛，加油！啊，希望国家好，啊，希望常常叫叫在舞台啊，哈，加油！谢谢，谢谢。好好好，咁啊，唐艺伦应该冇问题，要过关了，哈。而且咧，常常叫叫。哎呀，哎呀，那看一下分数咧。李锦源的分数。
恭喜哦！哎呀，安子姐，安子姐，谢谢谢谢。安尼，下一礼拜再过来变哦。好，安子姐，哎呀，坐下，谢谢。回做休息哈。好嘞，撒下来。来自法莲吉安种子女带来无言法。好嘞，谈下来哈。阿狗情都乱了心。你不是客家人呐？不是不是。哎呦，哦，他怎么会想要来唱客家歌？乌黑天松。看到阿聪一条歌，阿聪唱唱。我们敬爱你，我们崇拜你，我们敬爱你，我们崇拜你。敬礼。嘿。今日同分喜来参加，闹热大擂台比赛。当无拄好根本感冒，但是爱很爱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点点淡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本是一场梦，是喜的难猜了，虽然心寒再痛，人生本来就是无常，又何必一粒心仰无穷，又何必言谈人生与梦，发无言在心中，无恋无亲无爱，徒留发日旅伴凋落。无言罢了一在空中，温暖爱小小的心房，不愿把坠落在风中，不愿把尘埋在心中，那是爱有心来相想，以爱度过困难阶段，飘在风中的无言法。大家好。海军姐好，叫海军就好了啦。海军好，对对对，才十八而已。我法莲客你，法莲客你吉安乡，哎吉安吉安，以前在枫林啦。哦哟，枫林嘅唱咩客啊？客嘅乡亲咩？佢连跟安尼原住民嘅朋友要不讲客啊？佢哋。我嘅佢哋讲嘅客就一点未听。冇啊，独栋啊，依个独栋原住民朋友同我讲客啊，客多啊。佢讲讲嘅。都冇糖嘅，公阿媽年嘅啦，媽年嘅，伊都糖一種嘅啦，伊糖是一種嘅，阿公正常嘅有糖唔是，你講不得不吃咧。唔過你阿媽，按住合適嘅語言吼，學識咩？用媽年嘅學，我覺得親家啦，係啊，真係，來來來，你糖一下那個，冇感冒嘅一家小先生，點解咯？你要開心，然後所以呢，標準冇相同，嗌感覺。像阿雄嘅表演吼，根本就对人来讲哦，好像肮脏嘅东西吼，含住这点，你条歌呢，其实
客家话嘅底部都嘅精神弄清创出来，然后我琴模嘛个缺点，嗯，我嘅意思是讲，就一个海选的歌手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应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些缺点，琴模，哦，就是唱歌很顺的在推，而且最重要是嘅情绪，你创了国家。那底部都啊讲的嘛，个东西哦，尤老师写个东西，我感觉上下做一个作者哦，亲爱就亲到爱用个歌手，给做得了，哎，想爱讲个东西，然后给冲出来，对，有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歌这样唱出来，希望他继续加油。哎，摩羯天的歌对你是亲，就是你最适合了。韩柏有很多歌，我希望说，哎呦，晓得冲过你。都得挑战各种各样不同的歌曲，一直加油到最后。所以我今天给的分数恐怕你会觉得有点太高，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鼓励，第二方面是因为在海选的这个门槛里头，有这样水准的人要给予一个更正面的一个，让你一个更有正面努力的一个动力，好，好不好？我这样先预告一下，好，大家看准字捏分数。好了，恭喜啦！谢谢谢谢。好嘞，上下来。来自桃园中啦，曾明玉，今天要唱《情关》。来唱歌啦！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第一次唱客语歌曲，然后又能够上台表现，希望今天能够有好的成绩。谢谢大家。唱客家歌啊？你没哈干你呢？不是不是。哎呦，哦，那怎么会想要来唱客家歌？老师叫我来的，歌唱班老师。哦，你的歌唱班是有学客家歌，是不是？对对对。哇，那你会很多首客家歌喽？哎，对对，有几首啦，目前只有一首这样，慢慢如果有过再的慢慢练。当然当然。像刚刚那个，希望有机会。对对。那个我们。美美的徐泽伟老师，徐泽伟老师声音也很甜美，谢谢谢谢，好，谢谢两位甜美的主持人，还有我们今天的美玉姐你好，这个你会听客家话吗？会一些，好一些些，那我就穿插着说了哈。好，我很喜欢你唱歌的气质，我觉得唱歌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特色，但是我觉得你的特色就是气质很好，那因为可能因为可能第一次比赛的关系，第一次吗？是对，所以你紧张之外，你以后挑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你可能在你的音域上面没有那么宽广的时候，你有时候像刚才的笔筒鱼多水不清那里啊，你就低不下去了，你就要知道说你唱歌的那个你的共鸣的位置，你要自己知道在哪里哈。然后我觉得有一句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You song you do sing model， 他那个他把歌词里面那种
很婉约，然后有一点甜的感觉，他的转音转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到时候看播出你就知道，我觉得你那句唱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唱歌的人，因为有很多的地方你都自己做了一点小小的设计，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好，那不管今天成绩怎么样，我都很期待看到下一次你可以唱更多客家歌，好不好？谢谢，谢谢，安子姐，多谢多谢，好，期待分数应该还不错。哎呀呀，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分数来，这款这米妞的分数。过关，谢谢，谢谢哈，谢谢哈，下次再来哈。好，安尼今日流行歌曲组比赛了吼，已经是空叫七 V 的参赛朋友嘛吼，有八 V 的参赛朋友，八 V 哦，一 V 没过关，一 V 先拜拜，下次再来了。好，安尼拍摄了吼，哎呀，啊，剩下的七 V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哈。安尼流行歌曲组比赛了，多谢 CB 的辛苦的评审先生，谢谢啊，谢谢啊。好，来看传统组的比赛了。三下落去，安尼传统组的比赛啊，哈，新的一季，新的气象，新的高速，扎扎来挑战。对啊，中央31分过关。哦，当然啦，新的一季开始，俺们嘛有新的评审先生加入俺们的团。咁又是呢？有咯，有看那些有冇最严导的？好了，唔系先介绍啊。哦，罗平平先生，李秋霞先生，梁东浩先生，姜艳玉先生。讲个所谓新同学，这梁凡婆先生，梁凡婆先生卖一个新同学，佮啲咧节目咩咧大佬级嘅了，系啊，系啊，从安尼亚到节目开始以来，佮咩啲人要节目服务当叫嘅，今日开线，开线当然，比赛之前呢，先请一下老师来说明一下你比赛规则啦。好，有请到罗莹莹先生。好嘞。好嘞，首先呢，恭喜大家通过咧先收费哦，所以咧就咧录人嘅节目咧认唱咧。但下大家认唱嘅时间，特别注意奥斯原味解剖韩国咧歌词吼，莫听紧张就唔记得咯。好，所以希望大家今半夜都要穿好嘅身节，加油！好，安子姐，先生，系啊，好，今日嘅参赛朋友呢，都带起安他家寿司接接看到嘅，也系新嘅面孔。好，来有请到 TV， 来自法莲凤林的黄桂莲带来评判。来，听我啦哈。梁先生吼，我是在比赛过，不过从某几多摆就不去客体去嘞，所以就希望你阿摆过来看啦。我看就好笔记签吼，加几摆么啊？Oh.
年之后，又见面了啊！两年，两年啊！两年没来啊！哎呀，六年前，阿莲姐姐又来过没？又来一摆，又来一摆。我们提选秀会，见过面呢，法莲，你记得嘞？我见到你难多，我用会记得啦。你有私言一句。啊！你讲是法莲人家搞，结果你拢摸。哎呀！系啊，你讲过的啊。爱有去教啊，系啊，爱摸亲甜甜啦。哎呀！系啦，去夜班用上个钻来教啊嘞，安尼。啊，都上个群机啊。真的啊！你群爱群机。你群爱群机，提升在群机。好，爱群机，没群爱哦。拍摄哈。好啦，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哦。可能第二次见面呢。错。哎呀，不好教嘛，好教嘛。还不错，还不错啦，还蛮差啦哈。哎，两年来，哈，哎呀，看脸都娘扮，啊，系咪啊？先生对于乜嘅看法冇哈？系，先有请到罗莹莹先生讲评。好嘞。好啊，你爱桂莲太姐吼，你今半夜从你爱平板躺起来就下紧张哦哈。咁讲呢，昨天讲整体躺起来啦吼，就系你嘅认知，还讲你嘅上认吼，嘅咧降。亮度都有，就讲下少了舞台嘅磨练哈，所以就系讲，系讲一次教学嘅，就系从到安阳县展览好，咁讲呢就系多加你喺舞台嘅，你喺磨练嘅，相信你就系从到很下好，所以我加强嘅就系舞台的磨练经验，还讲你喺歌曲弹起来归属嘅圆润度会加强哈，是唔是？谢谢，希望我有好成绩咯哈，希望，看一下本书咯哈，来来来，桂莲的分数，谢谢老师。过关嘛？啊，你有吗？唔知嘞。啊，希望来了吗？俺们加工三十一分过关，按三十一分啊。谢谢谢谢。想过关嘛？当然会过啦。啊，那就时间就看你呀。八年内呀，真的有开演啦。真的。哎呀，呀，多谢那哎，对啊，你节目很用心。哎呀，谢谢啦哈，谢谢哈。好，欢迎列当中坐啊，很仔细。好嘞，沙下来呢。来自桃园中立富丰区带来罗山歌。来富丰区，带总老师，今日也两千零十六年，哦，今日替拜了。来唱传统的洛山歌，因为了了歌，我来准备的亮面呢，哎，是蒙太高。
哎，你好，福泰哥。哎呀，我看到人家唱一条歌，阿聪唱唱。我们敬爱你，我们崇拜你，我们敬爱你，我们崇拜你。这里，嗨，来听讲，哎，难得有一批沉水朋友哈。啲人咧节目咧比多以后咧，客家电视台颁奖本记啊。我一边去核对一下，客家电视台录一个特别节目。哎，奇怪，用富泰国了，富泰的国了，而做嘛嘅咯？一共了两奖。两奖。两嘛嘅奖。两都嘛奖啊？富泰国贡献奖、全勤奖。不是，他就是鼓励我一直发扬客家文化。来这里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不弃就对了，不弃呢，哎呀，不放弃啦，哎呀，经过也按一步的呢训练哈，哎呀，看有较进步嘛，好，看先生对你今边的唱歌有冇个看法嘛，好嘛，好，先有唱到梁芬波先生，好来，我哋放喜太高哈。等我印象之中哈，特别你参加从流行歌开始唱到今嘛哈，流行歌，三连平板啦，三歌子啦，啊，基本你唱了老三歌哈，基本上哈，真爱感觉来讲哈，第一点，因为唱老三歌啊，嗓会当凉哈，啊，第一点咧，你俩戏来讲哈，你冇招，冇招来讲，你嗓子凉唔起来啦哈，啊，三连哈，佮冇一黑个哈。也过去冇上戏，哦，冇戏个比数哈，发起冲个比数咧，你转就去转哈。但是我感觉你转就是唔了戏，应该是用你个条戏，很做咧，你能够转个两转落，哎，佮会好好弹掉哈。是两个这样建议哈。按在咧是冇戏个条比数哈，冇戏个比数你上当明显的难贴。哦，当然嘞，上个位数可能你被紧张，然后买东西哈，所以个位数个转折你也要注意到了哈。很也有很有几只位数，像两五翻身个位数，个只位数有没强壮，个上有没有难听的个现象哈。当然了哈，十六三个前五长哈，转移不靠多联系啦，建议啦哈。建议有小个感冒啦。哦，感冒咧，要注意按汗咯，生意哦，系啊，哦，有感冒啦，对啊。我今年二十五号来参加颁奖之后，啊，我昨夜我妈妈烧中风啦，啊，就迟迟的医院照顾我妈多咧。哦，就较辛苦啦，所以上班冇养好，系啊系啊，也希望人妈妈哈，早日康复哈。已经回到家里来，好，家里就最好诶。好，阿你喺度看一下，呼风去先生。哈，金杯应该算十三次革命了哈。一头拜呀。2016年第一次，哎。2016年，你不是2003年啊？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过去式。哦，哎，跟上啊那时代脚步哎。过去是过去了。2006年，现在2016了啊，十年了啊，十次革命，看你一拜有没有办法革命成功？好了。来，给看一下呼风那份书。好嘞。啊，本来金杯迄有过关，也无过关，无相关。啊，有过关啊，马上个转移照顾妈妈。哦，系啊系啊。想把这一次放弃，就是这样子。很孝顺，不大个。拍摄，唔怕。安尼，反正安尼节目重重叫叫咩？啊，点啊点。哦，好。海龟，张粉羊来，好嘛？哈。好。我再一回先咯，哈，我再一回先咯，二来哦。谢谢。哎，谢谢哈，拍摄。感谢太哥，感谢。祝你咧天同神庇哈，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安子姐，安子姐，好，谢谢。好嘞，沙下来。来自苗栗南庄王秀珍带来三个字。好嘞，唐哥。你破坏感觉，印象的去唱，跟我们的乐队老师的 tempo 唱，强强会听不到。哦，你为什么没跟到？那是你们不对。好，今天你们回去要反省。你对于爱三个诶，用上声，你又好。传统组的那个山歌啊，然后改编成那种黑人的摇滚的，可能就很适合秀珍姐。送起娘来
基本嘅啊，来啲啊，那我嘅大里头肉酱啊，来到只头以前还是对个九十七年嘅哈，又对个女夫人又来过加拜，所以基本嘅哈，对只头是第一拜，啊，希望哈我人能咧过关啊，顺利过关，大家欢迎，加油！是来过嘛？来四拜，边一拜五拜咧？你又来安多拜？有啊，对这个内湖人呐、啊，内湖人，内湖那边。哦，内哦哦，对内湖那边六个世界的啊，好好好好。哦，安久无见呢。啊，最近还嘿，南庄。最近还有去摘茶冇？有啊，也冇咧，也冇冇冇摘茶。摘茶是，哦，秀珍姐姐，哎，两个人摘茶，专门摘茶。哦，南庄的西妹也讲过单，哎呀，来谈公平啦，哈，公平公平的。有请到姜云勇先生。好，来，姜老师，麻烦你哈。汪小姐，你也够上哈，非常的自然，可以讲，那一讲从山过来啊，看事情呢，哎，你也上任呢，非常的适合就按到从山过，从出来也是非常的年纪的山过，啊，不过呢，那一讲而且按到悦耳动听哈，而不因谈多，而因动和谈动享受的时间，我认为讲你对哎山过的容上上，然后你又好，好处的了哈，就是那个嗓音呢比较粗糙一点了啊，所以那种啊的美感呢是有的不足。哎，讲你呢认为啊，韩国你的歌词呢是心脉也闪呢，你讲拍闪呢来给两个舒服的事情，但是你也拍到某种松爽的感觉呢，哦，所以加油啦。嗯，哎，我比过关嘛，哎呀。我係行業，我係本嘅鼓勵程度，因為我感覺佢嘅從三個嘅原汁原味這個部分哈，佢哋掌握得很好，所以我希望佢咧在未來啊，係我希望本嘅機會喺未來嘅上任嘛，就對我好有表現，對我讓我舒服一點點。啊，如果是那種傳統組的那個山歌啊，然後改編成那種黑人的搖滾的，可能就很適合秀珍姐。黑人搖滾，傳統山歌。有没有可能？有啊，我们前面那个开场音乐就很摇滚啊！赞！来，看一下两个粉丝，来，给给看王秀珍的粉丝。差多一分哎，差一分，好可惜，很可惜耶。这个行程哦，蛮严格的呢。你去啊，行程，做嘛不比投胎呢？今日安尼本意，小本意是真个进步空间。个作家安尼啦，蒋元玉老师讲诶，我感觉你唱歌你嘅嗓，安尼出口音硬，柔软度不够，
好，唱歌也有唱歌吧。我们流行歌曲没空落按唱吧，客家传统歌曲没空落，原土无啦，还同时你懂得男人包人哈，还喜不久，心埋三字，心埋没心埋，心埋哈，心埋三字七出错，一心没一心，一心要两张是老师哈，我是为了让扣分哈，还有懂得你个。都熟人的时间，好拍量啊，还有搿个懒人嘛，那都统统都会让向，搿边个本地会分数。所以你迄你讲山歌子还同时一县歌诶，你唱了七村唱了三个时间，比较很难做人。哎，你县山歌子，你上了人还好做。唱一下就带润下来，所以对你来讲比较较吃亏。材料费是老太家这个提议建议，他卖你要唱山歌子，地方希望你调练个县歌词，莫选到山上的歌词。你要收敛敛啊，收容容，你要按个带润下来山上的，轻难做歌词，莫说调上去，莫一下子带下来，唔好发挥呀。这是我讲人的建议啊 ，OK？ 懂我建议啊。还有机会，加油！好，安子生，那么掌声没奖过单哦。加油！好啦，好，拍摄呢啊。嗨，怎样来哈？好好，安子生，顺利顺利哈。好嘞，接下来。来自桃园市，将一线带来小熊宝。小熊宝。如果都转来了，也白用手跳来表演啊嘞。希望啊有好的成绩，成功太大。乡亲朋友，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好，来办了海鲜咯，哎呀，这是特别鲜啊，你手跳的歌曲啊，哈。因为我吼，我个心态中看那么难重要，因为我说我心态比较
好卡波嘢啊！哎呦，哎呀，粗皮哦，哎呀，小条诶，卡波瘦条，就喜新厌旧。哦，有人练过瘦条诶哦。上次看那是挑战一下去搞咩？哦，挑战去搞啦。哎呦，哎呀，那唐亚先生的公平好吧？有唱到，乖，一起搞录音先生。好啊，今日你爱状态，即俺叫我看到啦哈，有看到，有下生育到咧哈，进行空气来动哈，所以呢，一开始哈，你唱一些感觉当入了了紧张哈，所以唔过紧张就渐入佳境啦，所以系走在整个本意从第二趴，可能哈，你爱我们老师的心会被你揪走。好，今日你爱小条歌曲本来就系比赛大家喊摸唱诶哈，所以你爱分数可能大白大家从小条一些分数就会喊摸降。好，唔过我起到你基本你唱起来哈，紧张莫讲，唔过整体弹起来系到你喊我起到弹起来哈最有安全感的，好就系入比赛。有大将之风吼，弹起来就系本应取得你爱心跳下停呐，所以爱本应该分数一好，哈爱唱起来呢整体也非常的完整，所以呢爱本应该分数非常该好，是梦妮。哦哟，是梦妮噻，哦，够了够了。哎呦，你其他现场不用办了吼，来来看一下分数嘞，将一线的分数。无默熟个歌诶，拿来唱哦，那么过分哦！吼吼，系啊，安尼还天白唱哦，也熟歌诶，安尼欢喜嘛？手跳出来，安尼欢喜嘛？有喏，有喏，阿弟是加油啊！你有练到啊？哎，有成就感啦哈！加油加油，阿身体过来好嘛？啊，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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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做休息啦。好嘞，撒下来。哎呀，故乡诶！哎呦，嗯，念什么？系沈产人，系啊，沈产人来自。苗栗三茶李奎明带来平板。好嘞，等下啦。啊，我以前以来参加比赛过，但是噶无先生之托，从来没有无进入决赛。我一般要按我多阵来来按我来比赛平看下嘞。我一般我参加去平板，哦，想讲大家向前来加油。向前啊！你，嗯，你带十二呢？大爷，系啲九条图嘅二十寸呢？二十寸啊？二十寸系学睡眠啊？学睡眠啊？二十寸。哦，对啊，二十寸啊，系哦，按十二要分寸啊。要要哦，真系啊，按重啊，分寸啊。即系九条图嘅啦，即系九条图，山西交流道那边。哦，
三里桥就是很近，很近哦，就西湖度假村那里。对对对，修修翕相耶。系啦，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先来谈下公平啦哈。好啦。有请到李秋霞先生。必须总是讲了，阿玲讲，阿玲讲嘅缺点优点。你阿叔国强，你讲平板老三国字，我都穷人莫穷挑，穷挑莫穷人。啊，感觉你根本嘅气有效果较高点位，所以你在高一面时节，你是感觉很硬高，哈。像个一天六姑奶了，你要转转乖乖，就一六一天呐、啊，你俩我那来了西门窗的时候，我那穷人，但是你俩气个咁个强高。所以我不建議合肥，你創立平白，我希望你個工作班長入嚟創。你講比創國嘅係比人民唔係比上少，係因為感覺佢咪有多少緊張，你破嘅感覺緊張去唱，緊張多少去唱。你即刻做你看你嘅大嘢，多少是緊張去唱，跟我們的樂隊老師的 tempo 唱強強會聽唔到。哦，你為什麼沒跟到？哎，這是你們不對啊！今天你們回去要反省。OK， 我們這一團要小心。好了。唔係講真嘅咧，佢咪先生，你啊掉啲缺點，我平日黑排線，我當面總要講一塊，你缺點不能做啲改進，所以我希望下回你啊掉方面唔要個改進，你分數下回係有機會嚟比賽，會下好掉，好加油。好，安子生，安子生啊，安你喺度睇下分數啦，好嘛？來，接下來看李奎明嘅分數。三一之功，哎，过关，好，恭喜，好，回座休息哈，下礼拜见哈。再下来，来自台中东市何春基，我带来三个字。有鸡耶，好像是这个这么大多鸡耶，好贵耶。哈哈，我是何春基，不是李春基。我怕了救难。喺講嘅災險嗬，改進一下，我相信會行下好。災險當重要，哎呀，唱歌嘅，哎，個災險。你做高粱係咩？唔係，真係。啊，哎，我甲你講，高粱係歌聽書，你高粱係歌聽書。了不来比赛呢，我创了些山歌子，希望呢我关关难过关关过，哈，大家听下加油。春季之后，还没到，你好，好了，
麦根老，有鸡耶，好像就就那么老多鸡耶，好过瘾啊！哈哈，我是何春姬，不是李春姬。阿姨是唐诗很高嘛？哎，唐诗，阿姑真的有像韩国人，够有麦漂亮。没关系啊，我是台湾人，我台湾人。哎呀，他做得出很多鸡耶吼，可是全部都是上到董奖。还有奖啊！嗯，这些不能讲到面。这种特别吹台琴，然后给吹鸡嘛，就表示哇，他就很婀娜多姿，懂是这样子来的吗？真的这样，好，这样春鸡就很好吃，春。小小只的，又嫩又爽口啊！汤料别讲，他跟他先生的公平那里。有请到梁凤婆先生。啊，阿姨好春鸡，好小鸡哈，阿弟你从个三姑子嘞。一般聊个从专心从个当好哈，还有你上哈，基本上从了三个字来讲哈，是当适合的啦哈。啊，但是因为你系懂声音啦哈，你懂声音啊，该人生猜思哦，嗯，当你系开始对观众朋友讲嘛哈，对你嘅心机完全冇影响哈。所以讲我哋从猜思啦，你只猜思，那是没有冇关系的哈。啊，而且为什哈，我同建议哈，老古人应该老哈。那个四声，啊，你唱都系，你唱轻声啦哈，锣鼓，你锣锣锣鼓锣鼓哈，那不对了啦哈，那个鱼，哎，你锣鼓，汉朝为首哈，这系你习惯。锣鼓都变大鼓诶，锣鼓啦，系嘛？锣鼓年年啦，锣鼓啦哈。那汉朝为首哈，有两朝为首，该拉拢咪那个地方的哦哈，那是建议啦哈，还蛮专心练看啦哈，哦。柳啊，那个地方柳，不是条柳风啊。对，你是你唱的咩呢？你是全音公点点点点，俺唱三个字比较好冇糖啦哈。不过今日哈，虽然讲你要俺爱缺点，俺看但是分数俺不应当过，我感觉你是可塑之才啦。嗯，哦，你上当了哈。希望你哦，安子生，好本事啊！来，给给看何春吉的本事。懂戏，哎呀，安子生，哈，辛苦，休息一下，恭喜哦，回座休息。沙来，来自法莲瑞穗，恰请孙带来太普跳。好嘞，谈过啦。今日唱个太普跳哈。爱练习很久了，懂久了，希望大家吼多多指教。法莲瑞穗啊！哎呦，做牛奶的地方，做牛哦，瑞穗鲜奶，对不对？哈，还有个呢，秀姑峦溪啊！哦，嘿，哦，哎呀，你这带给大伟嘛哈？哎，有秀牛的吗？嗯，
川普吼，嘿，睡唔落，做嘛睡唔落，紧张。根本就爱讲黑话，爱讲唔来。讲唔来。其实你咩黑感染对嘛？系嘛？好多年嘛。哦，难讲下，卡看接受你时间坐多几哦，憋出啦。啊，接受到你。下充气，下泄气。有安得人讲诶？嗯，唔会啦，唔会。唔会啊。哦，我到都唔坐边。啊，冲高温冇问题吧？哦，冇问题，冇问题。哦，我到都唔看佢皮，看到衰唔脱咧。哦，唔系唔系。咩啊？那要唱到罗怡怡先生。好，你系车太公吼，应该讲汉语谈的是吗？哦，谈心。我讲客家话，你听得懂吗？看慢点喂。做得哈。好，其实哈，基本嘢冲你阿太普条，躺起来无买问题，你莫讲吼，唔点言唔起下假言啦吼，所以冲得一号吼。不过行起本人就建议啦，就系吼，不管你系冲，因为中国嘅民歌啊吼，就是我们的民谣，不管是哪个地区的民谣吼，唱歌。客家话也是一样，就是字头、字中、字尾，好，这三个部分你掌握好的话，我不用看字幕也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唔讲你唱嘅时间，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吼，你再行啊，系比如讲吼，天一机吼，心唔开，开嘅时间，你再吼唔拉胎，吼，韩国天一机吼上流台嘅流，吼，佢系数多乌韵，好，嘅乌嘅时间，你再行，爱下演掉诶，吼，这样你的音会比较集中一点。韩国最每一机吼，做低做低鲁板，吼，你板嘅。鲁番哈，你的那个嘴唇跟你的牙齿哈的咬合不够漂亮，所以弹起来呢，冲出无按清楚。迄个个嘴型吼，贵精一下，我相信会行下好哈，是梦。嘴型牙齿。嘴型讲重要，哎呀，冲过诶，哎，个嘴型，你真的要查了。你足够量诶未？不，哎，真的。啊，嘿，我甲你讲，嘿，一个人啊讲啊，一个人爱歌听说，一个人爱歌听说。啊，消防旗的嘴型。啊，消防旗差不多。哎呀，像阿妈，因为也是有。好，那个沈文成有没有？不应该一个人来。林淑龙。曾经是对你说过，你也会 Q 嘞，我那么听过，嘴型很重要。嘴型，你就这几个，刚刚这几个人物回去练习就会。来看一下粉丝来。哎，给个昆恰，请孙的粉丝。等着弄，等着弄，加油哦！谢谢，加油，谢谢，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安尼撒下来。最美味咯，来自美丽条款的陈燕上带来平板。来等我啦。都系唱歌的条款，唱个毕业流行组，今日毕业传统山歌，系因为啊传统山歌最能够特别客家嘅文化精神，希望今日有好成绩，阿姐姐。脸呢？
书拿两位主持人好，小东你好，按叫莫看到，系啊，按叫还好啦，你等于冇叫嘅啊，冇叫，几张嘢，变啊！那传统族，想来挑战一下传统族的没？很难嘞，很难哦！莫呀，唱到动物堂啊！传统两个，因为讲动作流行过来唱，客家文化吼，传统的三太条，实在比流行的还有加成啊！吃到哦，当然啦，也是安尼紧呢，安尼笨呢，哎呀，爱学习吧，学习哦，学习对啊。等一下，等一下，先生来公平啦，好不好？请下先生。好啦，演唱吼，唐公有流行歌曲，有必须有进入到前几组哦。今日恁有咧勇气来挑战咧传统歌曲，实在要本个精神加强啊！唔过加你一，你叫我创个时间，唐伊落去奇怪，要欣赏行情上个，你行个，我都几个欣赏，要感觉奇怪多多很样白嘢。唔过听一盘，你知道，我所以欣赏是有配合到嘞哈。所以今日感觉我讲哦，你这个。从流行歌曲，我转到了传统，冇安容易，慢慢来去练。你总共讲卡拉 OK 弹的老，你现场判这位冇用咯，因为卡拉 OK 佮本身佮用乜个歌词，其实用乜个音乐去唱。他这平常是咩？你俩判装判这个，用你歌词，好用嗓音去做，用歌词去做音。所以你今日来感觉你是两三，到我所以现在冇配合到。所以你完全是照音的，记得你嗓音要表情要加强哈。就你讲你嗓音吼，不过今日听课是冇配合到，所以可能转去要加油，再慢慢的练习，好嘛？好 ，OK， 加油。转去的意思怎样？亲密些，哎，哎，江老师有，我觉得江老师。我讲个嘅问题哈，系要么你喺平板色彩要冇容易，因为平板有轻度嘅歌调，佮咩嘢伴奏的那个音乐呢？他说哒哒滴滴，那按照你嘅音高不会唱这个，所以你唱的是低八度，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事实上，你用你的嗓音去唱到暗台，你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你的特色，所以它还有一个曲调可以走的，哈，不能。唱哒哒哒哒上不去，哒哒哒哒又跳台，它还有一个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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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会跟这个调呢。所以你冲平板难就难在了，这么高我上不去，我就会转完了，我就变成三个六冲哪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唱三个六。冲哪太高，所以我马上低八度三个六冲哪，我已经没办法来发挥啊，所以很非常可惜。但是你哈可以再非常会唱歌的人，喜欢唱歌的人，大爽了哈，大爽大爽。我双一边又讲过，腔调没腔调，腔调没腔调。大家欣赏做讨论。系中意，中意我是讲，你说来了什么？你腔调出去表演的时候，你腔调跳啊，就没什么腔调。三个六一冲哪一路呀？你喺用腔跳的时间，就没什么腔调。不过你加唱了，你特别什么腔调唱的腔调，就没腔调。所以你 key， 我唔讲低调没有错。不过你加，你就没是这样嘞。所以你听一排样有感到。好嘞，安尼来看一下，安尼演唱歌哈，可以拍拍高管冇咧？来，加看阵演唱的分数。好，三位先生，谢了哈。你那一回是真的气还没做到，吧，喊一百加油啊！好，什么他就加油，加油，安子说哈，回坐休息。俺来江西，还讲到好唱歌的朋友哈，唔知要来报名，夹来报拜托哈。报名。
名专线0919388388，还有纯真天发02277788231。哎，等一下得了报名哈，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请上，多谢请上，多谢你们小哥，还有亚朋友，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安子生。同时看看我们今天的下礼拜各位的时间的时段呢，猫咪大擂台，猫咪中卡来，再见拜拜，再见喽。